这次又给我带什么惊喜来了？路上可要小心。身对君可是朝思暮想啊。哦，太棒了，带给我更多更多的灵魂。哦，快走吧，妾身要就寝了。
君可是朝思暮想啊。啊，决定了可就不许反悔了。啊，快走吧，妾身要就寝了。最近，好的，奴家会为公子的神兵重新注入力量，请公子稍作等待。又要出发了吗？哎，您看看，怎么不喜欢吗？人生不如意，十之八九啊。准备好了吗？穿越这汹涌的绝望，皇帝老儿就在下面了，接下来抵达就是最后的战斗了，加油。
找乐子了。